无香料的蜂蜜牛奶可以取代奶茶，粉蒙季限定的迪士尼粉红限定包装，好香哦！那个燕麦跟蜂蜜真的是啊。哈喽大家好，我们黄胜利，我是伟。欢迎来到黄胜利开箱频道，今天很高兴又是我们的工商时间。有，今天是维尼上身呢，没有错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蜜蜂工坊的蜂蜜牛奶。其实这一个在刚上市的时候，我记得有掀起一波风潮。你好，打个问题，你很不正常讲话。其实蜜蜂工坊在出那个蜂蜜奶，那时候刚出品的时候我就喝过了，因为有掀起一波风潮。为什么没有买给我喝？对，来哥哥没关系，就是趁这个机会，弟弟就把这个蜂蜜奶给你喝。它是第一瓶使用真蜂蜜无香料的蜂蜜牛奶。哇，不错哈。那其实呢，早上我们就有更多一个新选择，具有营养价值又好喝的蜂蜜牛奶。所以啊，蜂蜜牛奶就是一个可以补充能量的一个好选择。那哥哥，你讲那么久，你终于要开给我喝，你终于要恢复正常了，我的天哪！没有，它刚好是维尼跟小树的联名啊。我刚刚讲话声音不就是维尼吗？你闻，有没有？哇哦！因为这款，为什么它可以那么蜂蜜？你闻到一股鲜奶的香味，然后呢，又有那个很香很香的蜂蜜味，这会生津哎，生津是不是？嗯。为什么这一款我觉得很推荐大家？哇哦！它在我心目中可以取代奶茶，原因是因为它的牛奶啊，其实会让你觉得它是一种很清爽的，它不会是那种浓稠感的，它喝起来很清爽之外，它50%以上的乳含量。好神奇哦！不喜欢喝牛奶的人都应该可以接受这一款，好喝，它的奶香味搭配蜂蜜变得很清爽，然后整个喝下去之后啊，你的嘴巴里面会弥漫着一股蜂蜜的清香，好好喝哦！完全不是因为这是业配，我一直说很好喝哎，虽然它的蜂蜜很重，看到我们手上很符合现在的季节呢，很多人是去赏樱了，因为现在是粉蒙季限定的迪士尼粉红限定包装，就是早上你拿了这一个，心情就很好，它的配色是一种愉悦的心情颜色，然后小熊维尼的粉丝们绝对不要错过这个包装，好不好？拿来拍照打卡。没有喝过的一定要去买一下，因为它可以开启你很多能量的一天。那现在哥哥，我要进入一个重点，这个不单单是一个饮品，我还可以把它做成特调点心给你。拜托，我想吃冰液态蛋蜂蜜牛奶，想看吗？各位观众。好香哦！来，现在呢，人越来越重视饮食健康了，所以我决定呢，要来做出一个蜂蜜牛奶特调水果燕麦粥。你可以加入任何你想要的坚果啊、果干啊之类水果，超级无敌健康。那这一款呢，已经是提前先做好的隔夜燕麦粥了，麦片量跟牛奶量差不多，能拿去冰箱冰。你可以像我一样，我加入一点奇亚籽。然后有的人呢，会加高蛋白保鲜和封住，就是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吃，是一个很棒的早餐，有没有？应该很多的妈妈们在看这部影片就知道，隔天该帮小朋友准备什么样的早餐喽。蜂蜜牛奶，可以再倒一点蜂蜜牛奶进去。锵锵锵！这蜂蜜味，因为刚刚这个整个蜂蜜燕麦粥啊，闻起来就有一股香甜的蜂蜜感。你想要吃多稠的、多稀的，你就自己。去调配自己的牛奶量，重点是你可以不加一滴水的去完成的燕麦粥，哎，好香哦！那个燕麦跟蜂蜜真的是啊，还有牛奶真是绝配哎，又很健康，低卡路里，重点是还有饱足感。当我的隔夜燕麦粥刚才跟我现在新鲜的蜂蜜牛奶混合之后，就长这样子，然后就可以加入一点我喜欢的什么坚果啦、水果啊，还有果干之类的东西。哥哥，装饰时间，香蕉片。这些东西都是很好准备又很好取得的东西。放一点果干，然后再加一点我们的核桃。坚果类的东西就是家里的常备品吧。然后再撒一点这个坚果碎，因为大颗粒的坚果跟那种小颗粒的坚果的口感又不一样。小颗粒的坚果比较可以凸显那个坚果香。锵锵锵锵锵！这两混合之后，整个是食指大动，有没有？里面可以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口感跟味道。你们以为只有一项而已吗？没有，第二项有道具。第二项呢，非常适合爱喝咖啡的人，因为呢，其实现在越来越多人提倡喝拿铁。
喝拿铁呢，因为里面有牛奶，就可以比较减少你流失钙的这个风险。那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二项就是坚果蜂蜜拿铁，其实很简单，你就把你的美式咖啡拿去冷冻库变成冰砖，就是大概长这样子。拿铁其实就是什么美式加牛奶嘛，但我们今天把它加了蜂蜜牛奶，你的味道会更不一样哦。它不是一般的糖，因为很多人是不喝加糖的，但是蜂蜜的糖不会让人家觉得不舒服或讨厌。哦，有没有没有？你看你这淋下去啊，而且啊，如果你有再有闲情逸致一点啊，你可以把你的蜂蜜牛奶加热，咖啡的冰砖会更快的融化。我们其实就是要让它呈现这个有点这样子的状态。那你搅一搅之后，这颜色就会融为一体。然后你这边就可以撒上一点坚果碎，让你的咖啡再添着一股坚果香。OK， 加加啊！哦，感觉说很赞哎。嗯嗯，营养价值十足哎，颠覆你对它的想象。好厉害哦！它把那个草莓的酸度去中和掉。嗯哼，你到了这一碗里面处处充满了惊喜耶，就你偶尔会咬到那个烤烤的东西。哦，还有燕麦。嗯，好好吃哦，我可以每天来一碗哎。好啦，我觉得这营养价值应该满满的。你知道一早上吃完这个，可以抵掉一整天的疲惫。可以耶。重点是，你知道我做那个隔夜燕麦粥的时候，我让燕麦吸收的是我们的蜂蜜牛奶哦。它本身呢，燕麦就吸饱了蜂蜜牛奶，香气直接扑鼻。我现在等你压箱宝啊！可我觉得，冰，你为何不就成人之美？我天啊！哦，蜂蜜拿铁，爱这个是你的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是比较甜啊。嗯哼，但是你有发现吗？它拿来做拿铁有一个好处，它可以保留那个咖啡香之外，又有拿铁的感觉。可是呢，它的甜会让你觉得是那个外面那种白砂糖的甜。谢谢哥，你把它当做很多的调配品，还可以再去做各种不同的东西，有点像刚刚哥讲的冰嘛。冰，我跟你讲，你们一定要试试看这一款，它是可以微波加热的。有人听到蜂蜜牛奶，想让它热热的，就想那个矮上的波妞，矮上波妞没有里面那个蜂蜜牛奶，你不觉得一听就觉得超好喝吗？啊，然后呢，并且这一次的这个小熊维尼的版的话呢，3月2号到3月23号期间，在 Seven 都可以买第二件五折。有没有很适合你买两罐分给你心爱的同桌或是你心爱的同事，就是要推荐给大家。大家可以买我的牛奶。哎，燕麦粥真的很适合你们，你们真的一定要做。你们有做一定要在 Instagram 上面标记我们。我在上面。赶紧用我们的蜜蜂工坊的蜂蜜牛奶来喝，来补充天然的葡萄糖，给你们粉萌满满活力的一天。好，那黄兄还没到，记得订阅、分享，还有开启铃铛哦。现在我们的官方 LINE 群，欢迎加入，我们各大消息在上面通知你哦。很顺利，下次见，拜拜。小熊维尼，拜拜。哥哥，你是没喝过这个？我没有。对啊，那我就是你让我很难讲话。怎么了？我这样可以吗？补充能量。可以像维尼吗？可以。好，来。